当私下有一些邋遢里面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是蛮极端的，就是我要去一个场合，我觉得地方我要打扮，我打扮漂亮。可我觉得地方，我觉得哎，大家是一个可以玩乐的局，或者是你大家一定会弄得很脏或很丑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会素颜出去，然后粉丝我拍照或是厂商我拍照，我常常直接素颜。他说你确定可以这样？可以，我说你不用关心，我可以。然后嘴巴是那个都嘴皮，你知道吗？嘴皮，就等跟他没有互唇，对对对。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的个性，我都觉得说。我比较看在意的是当下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全部要等我一个人化妆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。那我就为了大家快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为大局着想的嘛。我大家快，让你们不介意我不化妆，反正你们要买全拍东西，我们聚餐不化妆可不可以？好，那我就来了，我穿拖鞋我就来了。但是我觉得经纪人有时候会在这方面他会想很多，就是很多穿着，因为像我经纪人是我们家公司的啦，他会管说他们比较走的是日韩风啦，看不太懂我的这个装扮啦。要不然就说叫我去做那个，有的厂商会要求说。要我希望走这个清纯一点路线，希望我这次做指甲的时候做一个人鱼的指甲。我想说什么人鱼指甲，我是不听不懂啦，我直接做一个透色最的，因为我才刚从泰国回来啊，这个哪里泰国回送？对啊，我才不要走什么人鱼款，因为我那天人家给想要叫你走小美人鱼，对，然后你就说我不要，我款，对对对，我还是想很久，知道吗？你我还说了，我为了这个工作，太不听厂商的话了。那个是 MV， 你知道吗？那 MV 要把我打扮成一个，就是那种我知道，16岁，还像那种很清纯，然后穿白长裙，然后没谈过恋爱那个样子。然后我说，他说你去做个人鱼指甲，那个比较梦幻。我在指甲店看了很久，我就想要紫色，那我要浅色、紫色还深紫色，我想要浅的很久。我想说我要去泰国，我要跟那些。拼了！我怎么可以剪的？你要什么颜色？好，深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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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天，然后去拍那 MV 的时候呢，指甲露出来就要摸那个男生的脸啊，然后一直都是那個的手这样。后来，指甲没有啊，他们都觉得算了，这没关系啊。那其他的妆法都是很淡的啦，就这个手就像。哎，强强怎么这样子啊？这叫自己的风格啦！谁说你？我跟你讲，我16岁的时候就这种指甲，还像水钻的啦，还有尖出来的，比这更夸张啦。我15岁才开始做日本的水晶指甲。哎，我才同样还有练铁链的金链，这条链到这里。恐怖的，怎么了？强强卸好了，强强卸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大魔王要来了，好紧张哦！我们来欢迎最后压轴的强强，有请。哎呦，太好看了吧！这么大，哎呦，但还是他的睡衣意外的很保守哎。对呀，还是辣妹，还是辣妹。来，欣雅看一下。到底是怎么样啊？真的吗？浮夸，天哥，我觉得我想要跟我一个人不够有勇气，我想要跟众男生一起承担。来啊！来，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稍勿躁，来，好，大家可以坐我原位。我造成，谢谢，震爆啊！谢谢，太大力了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。我造成暴动了，我造成效果。我造成暴动了，你知道我造成暴动了。来，哇！你不要，你干什么？你懂什么？你过去，你懂我刚刚在反应了吗？我知道你过去，加油，要敬业，敬业，敬业。哇！你跑到法拉利姐，欣雅，来，欣雅。那这段你访问强强，对，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强，你心雅觉得？我觉得其实五官什么的还 OK， 是因为有一些痘疤。因为我本来就很爱挤粉刺，对，我不能接受我有任何粉刺，像你这边有一个大的，我就很想挤出来。不行，这有一种你化妆的时候我会有点怕，但你现在完全不怕你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很多男生都说我这个男朋友交往到后来，他们都说我喜欢我不化妆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了，因为。他除了那个痘疤之外，这是我抠的，我就爱抠，我一定要抠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喜欢。我看到大概就是那个时候17、18岁的强强，真的哦，17、18岁啊。但是他可能其实平就是化妆跟可能现在稍微落差有点大，但他还是一样很有自信。